攝得咁好，先好似30年前咁靚仔。我覺得最緊要係心態咯，即係心態保持開朗啊、開心啊，盡量可以做多啲運動啦。咁我平時一個禮拜都跑成5-6次步嘅，慢慢跑啊，即係等到自己嘅身體啊強壯翻啲啊。咁啊，你跑一步多咧，自然個樣都好睇啲。係啊，咁今次同我哋交流你講咧，嗰個心情，即係嗰個感受點啊？我覺得係川超聯隊咧係有備而嚟嘅，即係佢哋希望可以贏翻一場啦。但我哋實力都不容忽視嘅香港明星隊。我覺得仲好多文化方面啊，即係兩地嘅人民嘅生活係點樣啊，仲有好多地方可以係交流嘅。除咗係踢波之外咧，可以係電影啊、電視啊。風土民情啊，都可以交流嘅。即係我哋去過榕崗之後，發覺原來，都係一個好嘅地方嚟嘅，一個可以好發展的地方嚟嘅。即係我覺得係，你自己有冇咩建議啊？覺得兩地交流嗰度搞多啲咩活動啊，或者邊一類嘅嘢？我覺得最要係搞多啲關於民生嘅問題啦。即係大家嗰個兩地嘅生活有咩地方唔同啊？互補不足啊，有咩地方可以大家係榕崗係好嘅，我哋可以去借鏡啊，同埋香港有咩地方佢哋可以值得去學習啊咁樣咯、啊、你自己呢有冇諗住喺外地置業啊？置業買樓邊有錢啊？呢排食谷種年紀大，有冇人揾我拍戲？邊有錢買樓啊？拍戲咧喺拍戲嗰方面咧有唔會啦，話曬後生嗰20-30年啦，即係。拍了太多的戲了，即係我覺得是足夠的了，夠的了。即係同埋我在電視圈啊，都比較幸運啦。即係拍了很多的好的劇本啊，好出色的角色啊。即係對我嚟講是夫復何求呢、即係我係應該是好滿足的了，好滿足的。我好想知道頭先企喺大球場唱翻射雕嗰只歌係咩感受？我覺得喺大球場唱國歌的感受仲比較深刻啲。因為始終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，我們身為香港人在這裡，我們主場唱回國歌，即是我覺得比較激動一點、即是射雕話曬都唱過很多次，即是感覺可能不是那麼深刻，很開心他們能夠出來捧場，即是話曬我們只是業餘的球隊，又不是職業、既然有那麼多人在這裡出現捧場，都是好開心的一件事咯，亦都希望可以藉住今次的活動啊，可以將香港啊同埋國內嘅足球再火起來啦。佢哋話齋你覺得香港足球有冇機會啊？因為亞運會咧，今年亞運咧個成績都唔錯。即係老實説話，亞運攞第四名就真係好彩。咁啊有兩隊冇參賽，咁啊香港就可以出線，然之後攞第四名。我覺得係俾香港隊、香港球員、香港球迷一個好大嘅鼓勵嚟，即係希望佢哋可以。更加努力去鍛鍊啊，合作性強啲啊，那個鬥心啊，咁啊香港個足球係有發展嘅空間的。